加州州务卿可以为已经经过加州公证员和公职人员签字盖章的供在美国境外使用的文件进行州务卿认证。要顺利获得对重要记录文件，如出生证明、婚姻证明、死亡证明的州务卿认证，该文件必须是核证副本，由加州的县书记员或记录员或加州公共卫生部签发。请注意，加州州务卿办公室无法对县级卫生官员和当地记录员的签名进行认证。如果您从县级卫生部门获得了重要记录的核证副本，您需要将县级卫生官员的签名送至县书记官或记录员办公室核证，或者您也可以重新向县书记员或记录员办公室申请一份新的核证副本。在 COVID-19 期间，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目前不对公众开放，并且不提供当日当面服务。